好，我是杨洋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大众占卜视频。咱们这次看工作啊，未来3个月的事业运势。今天的3个选项呢，还是表情包系列啊。杨某又从相册里划拉了一套，好像还挺适合咱们今天搬砖人主题的表情，就给大家临摹了出来。女士们，乡亲们，当，第一组这个叫，哎嘿。啊，大家可以揣摩一下杨某的语气哦。哎嘿，第二组啊，这个呢，我一般把它称之为，揣摩，老板们注意揣摩情感氛围哦。第三组，这个名字就比较普通啊，叫行吧。当你几乎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来搞完这一个破灯芯的时候，你老板又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，给了你另外一份难搞的破灯芯啊！想象一下这个情景，这个心情，啊，行吧。好，介绍完毕，大家根据排选或者根据化选都是可以的。跟我一起深呼吸，放轻松，遵从你的第一直觉，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一组吧。